好開心，今日我哋終於可以聚首一堂啦，參與第一屆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與龍共舞杯嘅開幕典禮。我哋其實今次呢個活動能夠順利進行咧，係好去進行咧，好多謝好多朋友啦，好多支持單位嘅支持。我想借呢個時間啦，特別多謝幾位一直支持我哋嘅好朋友，今日都親自嚟到現場咧支持我哋嘅。分別是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榮譽顧問臨床組輪科專科醫生潘志文醫生，屯門獅子會會長李勇堅師兄和師友何國才先生，仁善福來慈善總社執行副社長李和協先生和陳地女士，香港牙醫學會會長黃志偉牙科醫生，大昌嘉華香港有限公司客户主任劉曉瑤小姐，特別好感謝觀塘龍舟體育會會長呂東霞議員，因為她一直幫忙籌備，我們才可以就今天這麼順利可以舉行這個賽事，多謝。其實過去幾年因為受住這個新冠疫情的影響，已經很久沒有舉行這麼大型的龍舟賽事。今次賽事是有200隊的隊伍參加，總共70場的賽事。我很期待去英間欣賞一個咁精彩的比賽，可以見證住咁多位龍舟健兒刻苦訓練的成果。其實龍舟運動是一早有醫學的證明去指出，是特別對於一些乳癌的康復者，去緩解他們淋巴水腫的問題是有積極的作用。其實今天的賽事有兩隊是由乳癌康復者組成的團體參賽，他們分別是香港乳龍、粉紅戰士，加油加油加油！很高興見到你們可以參與其中。我們這一班乳癌的康復者很享受龍舟這座賽事，我很相信多多少少跟他們治療的歷程是有一個聯繫的。因為其實無論順流逆流都好啦，一班團隊很努力向住目標去挖他們的舟杖，其實那個過程呢多多少少就好像他們在治療的期間跟一班很關心他們的一班朋友呢一起向住康復的目標努力呢，那個感覺呢是很接近的，希望你們一間可以爭取到好的成績。而在這裡也特別多謝我們的醫生友好團隊，香港牙醫學會也組隊參加今次的賽事支持我們，好多謝。癌症資訊網其實一直以來都很積極去推動一些癌症的一些服務，也都透過很多不同的工作去做很多公眾教育，目標都是希望大眾可以了解這個病更加多，不再有忌諱去討論一件事，不再諱疾忌醫。我希望藉住今日呢一個賽事呢個運動咧，可以送出一啲正能量俾大家，大家身體健康，祝福大家，多謝。唔該曬吳先生，有請吳先生先嚟坐坐。為咗答謝今日百忙當中抽空出席嘅各個位嘉賓，我哋都特意準備咗特別座。我哋依家都有請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榮譽顧問潘志文醫生為嘉賓頒發感謝狀，有請潘醫生。接住，首先有請香港牙醫學會會長黃志偉牙科醫生接受我們的紀念狀，有請黃醫生。先望一望，我們中間都有大會攝影師的，拍翻張相留念。有請潘醫生繼續留白，亦都唔該曬黃醫生。接下來我們都有請屯門獅子會會長李勇健師兄以及屯門獅子會師友何國才先生，有請兩位接受紀念狀。咁各位嘉賓在領受紀念狀之後都可以先擺門台下坐坐，我們一陣間都會有一張大合照的。我們都望一望中間我們的大會攝影師，謝謝謝謝會長和謝謝謝謝師友。接著有請仁善福來慈善總行執行副社長李和協先生
以及副秘书长陈薇女士一起出来接受纪念状，唔该晒。我哋都系一样，望翻总监大会摄影师影张。